大家好，我叫杜杜，今天我上学了。妈妈今天要开视频，今天我来开视频。哎呦！今天路上好多小朋友啊，他们都要去上学。对呀，他们都要去上学了。妈妈，昨天晚上我们坐的那个公交车是哪一个呢？那个公交车它不往这边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到这边来的。过红绿灯就是市场。两块钱河粉。回来了，他们还在睡，先放着，去把呱呱叫醒先。刚刚河粉买少了，再加点这个米粒粉继续煮。配菜准备好了，准备下锅。水开了，再放水肉。这个粉肠我是先用开水烫过一遍再切的，这样它里面的粉就不会流出来的。下粉肠，酱油调色，煮差不多了，加蒜叶。煮好了，关火。我喜欢出锅之前给它加点油，最好是香油，我这是花生油，也很香。剩下这个汤底给它放点辣椒粉。出锅了，这个是我的，没有辣的，这个是小罗的，这是罗俊的。起床吃早餐咯。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我跟你说个事，我早上去买肉的时候气死我了。早上的时候我就穿这一身，看起来不老吧。那个小帅哥他居然叫我阿姨，然后我当时气死了，我说我都比你大几岁，你居然叫我阿姨。然后旁边的老板赶紧跟他说，叫他靓姐，不要叫他阿姨。